加起来十箱了，看样子非常难抽啊，十箱连个鬼都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丹飞来了，我是丹飞，欢迎来到《仙境传说：守护永恒的爱》。这一期我们要干嘛呢？这一期虽然标题都有写，这一期我们要来开很多的箱子，开很多的卡车。这个都是守爱六周年庆的时候活动送的箱子，还有上个月的美食街的谢礼。那我们这期全部都把它开开，尤其是这个庆典巨人的礼盒，这是怎么换到的呢？这个在打赏里面要25的猫币才能买到一箱。那这里面推出的有几率开到庆典巨人契约，开到坐骑庆典巨人，虽然说它的移动速度只有加 25%，不过它解锁有增加移速 1%， 因为是庆典嘛，拿着蛋糕或者是获得这个巨人之心，它也是可以换到这个巨人坐骑的材料之一，用这个庆典勋章这边可以换到五箱，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一下到底单飞五个角色里面谁可以开到坐骑，谁开到就讨厌他，除了我们的主要角色，说好了要一起讨厌他。然后扭蛋机要更新的，像时光许愿机，它的时间只有到这个月的10号，所以单飞这一次会每个角色5抽时光许愿机。就像上期单飞讲到的，机体存入非常重要，5抽到头饰都是可以增加机体存入的。还有就是最新衣装，那这一期的最新衣装出了4个小动物，他们还有各自搭配的头饰，你看是非常，以前卖整套有没有？现在头上另外抽，衣服另外抽，非常非常的商人。那这一套单飞其实没有很喜欢啊，不过有券嘛就来抽一下。那他也是到这个月的15号，第4套是无尾熊，都还蛮可爱的，北极熊，还有小猫熊，还有猫熊。我们首先来抽最新衣装，没错，一个角色5抽，准备1、2、3，莫拉，我们把动画关掉。第二抽，莫伦卡片100张，可以。第三抽，哦，莫拉。第四抽，哇，3000万，太可以了。最后一抽，第5抽，好，最终结晶。再来就是时光许愿机，卡片应该还没有到期吧？卡片到20号，下次可以再来抽。好，时光许愿机增加存入的机会来了，准备。我们看一下这期的紫色有哪些。现在紫色等级的月度增长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，哦，超多的。但是呢，通常难抽到1%的啦。好，准备时光许愿机第一抽，冲锋阵。第二抽，哦，沉沦之爱，一个头饰了。第三抽，哇，2个头饰，毒药伯爵。第四抽。哦，第3个头饰了，鹈鹕船长。最后一抽，第5抽，冲锋之阵，一共抽到3个头饰，鹈鹕船长背部的，加生命，毒药伯爵面具，哦，双攻加 7.5， 赚到。第3个，沉沦之爱，双攻加4，哇，这个好甜啊，第一个角色就这么香是不是？展开诺伦的指引月。这东西呢，就是可以解锁一张没有解锁的 MVP 卡片，获得它的解锁能力，但是不会获得对应卡片。到底这角色可以解锁哪个 MVP 呢？准备1、2、3，哇，魔攻加12，寒冰龙卡片。再来，好，远古魔力卡册，这就是除了解锁以外，还可以获得一张卡片。准备使用猎鬃马，魔攻加 4.5。再来，好，开这个美食街的谢礼3个，可以获得头饰或者是时装。准备1、2、3，哦，获得一个头饰，哎，好爽哦，这角色。再来，庆典礼战宝箱包含了4重奖励，除了获得上面这些以外，在开启第6次宝箱的时候，必定可以获得金店加15的头饰券。所以我们目前有9箱，准备9箱一次开，1、2、3，获得160万的 ZB。加15的头饰券，有限时间的金链加15的头饰券。好，我们要来开这个了。到底这角色可不可以获得巨人的坐骑呢？准备5箱一次开，价值125猫币，
一二三。好，没有125枚猫币丢到水沟里了。换单飞第二角色，这角色够了。单飞第二角色来了，法系职业。上一期的主角帮他增加了魔功存入，这一期再来看可以帮他增加多少。有观众留言，单飞问说为什么不帮他转职到一样是法系的英雄大蛇？因为单飞在等他这个职业的自己专属的英雄。单飞在想，如果法师他自己推出的英雄很鸟的话，单飞再转职到大蛇，然后拍摄影片给大家看。目前还是把他转职的资源留下来，暂时观望。那我们一样，先帮他抽这一期的夜池装，一样五抽。大家觉得这角色可以抽到雄狮装吗？我们来看，准备五抽，第一抽，诺伦卡，关动画，第二抽，哦碎片，第三抽，树枝，第四抽，血姬树枝，最后一抽，一二三。哇，对的，他抽到时装，他抽到背饰，而且是很凶的背饰，会飞的达意。这一期第一个红 get 被他抽走了，这角色太恐怖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时装，他是存入加生命的，也可以啦，起码是个红 get。在五抽一个红 get 以后，接下来的时光许愿机，我们再一起来看他的运气。准备第一抽，一个头饰圣诞王冠，第二抽。两个头饰，第三抽，三个头饰，第四抽，哦，终于冲锋第一个，最后一抽，第五抽，哦，好，几率大概就是五抽会有三个头饰，十抽就六头饰，是这样吧？冰晶蔷薇生命加60，雪灵的馈赠，护工加3，生命加30，可惜，圣诞王冠加生命60。会飞的达意，生命加90，狂加生命，然后一个时装碎片。好，接下来开宝箱，美食街的谢礼五箱一次开，一二三，哦，一个附魔结晶，再来抽这个 MVP 卡的解锁，准备一二三，哇，他今天狂加生命哎，冰牛塔生命上限加120，再来一二三，那等一下坐骑宝箱还没有换，等一下再来换，先开十箱的庆典礼赞宝箱。会获得金链加15的投饰券，准备一二三，180万。好，我们来换吧，先把这些都换下来。好运币50个，莫拉金币50个，福利自选礼包100箱。先来把这些庆典投饰存入。全力续语加防御加生命，兔子乐师护工加3，生命加30，月下假面加魔防加生命，宴会之心哦，终于有加到魔功了，魔功加3，生命加30。来吧，来开巨人坐骑礼盒了，来看这角色有没有办法获得坐骑，让我们讨厌他。准备五箱一次开，一二三。好，没有，加起来10箱了，看样子非常难抽啊，10箱连个鬼都没有。接下来单飞第三个角色，单飞第三个角色，万恶唐老鸭来了。我觉得我每一期给他戏太多了，我这一期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时间介绍，所以我们赶快来抽，马上快快快。首先是熊猫装关动画，五抽，准备第一抽时装碎片，第二抽诺伦卡100张。第三抽，很好。第四抽，又一个碎片。第五抽了，好。果然，厌食中非常难抽啊。再来时光许愿机一样抽，准备第一抽，冲锋阵很好。第二抽，头饰 A， 好眼熟啊。第三抽，又一个头饰。第四抽，很好。第五抽，没问题，五抽三头饰。第一个女巫假面加生命，金色照耀，我、哦、这头饰蛮帅的，加生命加5防。第二个面具毒药伯爵，存入双攻加7.5，可以啊。那
两个时装碎片没用。好，我们来开他的 MVP 卡的解锁。他解锁的是哪个 MVP 卡呢？准备，一二三。哦，魔宫加十二，真努比亚卡。再看卡册，准备，一二三。乌贼卡，庆典宝箱，十箱一次开，一二三，一百八。接下来我们来换吧。好，这些庆典的头饰大家都看过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来开这个五箱。到底第三的角色一样会把这125猫币等值的巨人坐骑礼盒丢水沟吗？准备五箱一次开，一二三。好，一样丢得又快又急，连扑通一声都没有。可以省下一部分钱加入单飞会员嘛？单飞会员就小小的一点点钱，就请单飞剪片的时候喝一杯咖啡，是不是？那每一周就做出影片娱乐大家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所以欢迎大家加入单飞会员。好，下一个第四的角色。好，第四的角色，首先一样是我们的燕纽蛋时装，五抽准备，一二三，第二抽，哦，他中一个头饰，他在前面解我主要角色的胡，第三抽，3000万，哇，这角色的追击怎样？第四抽，又3000万，第五抽，时装碎片，哎，这个角色有问题啊。我们来看他的时装机，如果一样是五抽三头饰，应该就还好；如果抽到红 gate 就有问题。准备，时装许愿机，五抽，第一抽，第二头饰，第二抽，两个头饰，第三抽，三的头饰，第四抽，好，第五抽。这个角色有鬼，完蛋了！他抽到四的头饰，五抽四头饰，难道坐骑会被这角色抽走吗？阳光太阳镜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加生命，寂寞江平仔加生命，沉沦之爱双攻加四，可以，这角色是女武神，那需要双攻，粉黛加魔攻三加生命三十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角色跟熊的都会中，是不是？熊本熊也中，北极熊也中，加魔防加生命。我们来看他的 MVP 卡会抽到哪一个？准备，一二三。哦，墨蛇军卡片，加生命的，还好。再来卡册，开巫婆卡，再来是美食街的谢礼啊，刚刚好像没有开到美食街的谢礼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这角色有没有抽到头饰，一二三，哦，两个头饰赚到，庆典礼战宝箱，十箱一次开，一二三，好，一百八，再来换五箱坐骑礼盒下来，坐骑礼盒五箱，准备，一二三，好，没有。他也没有坐骑，目前已经20箱了，20箱什么都没有哦。好，接下来单飞主要角色，希望可以增加我的存入。好，单飞主要角色来了。虽然万圣节已经过了，但是我觉得要抽些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这种阴森森、有点邪门的地方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抽奖这种东西，手气要有点什么来帮忙加持一下，也许会有好运。所以这一期单飞就选了这个地点来做拍摄，我们马上就来开抽。首先就是我们熊猫装，五抽验转蛋，准备，第一抽3000万，可以，我现在就是需要钱啊。第二抽，好碎片，第三抽，接近，第四抽，哇，两个碎片欸，第五抽，好，没关系，有了3000万可以了。再来就是重点了，时光许愿机，五抽，准备，第一抽，重逢正三个，可以。为了自己的存入，主要角色是不是应该来个11点抽？是没错。好，真的是为了存入哦，存入真的很重要。主要角色就来拼了，330张，准备，一二三。
二三四五，五的头饰冲锋阵十三枚。我们来看头饰存入的是哪些机体数值：无限围巾加生命六十，猫头鹰直视，雾中加三，生命加三十，可以加三雾中的。再来卷海之身，哦，魔动加三，生命加三十，这就不怎么 OK 了。第四个。清凉爷之梦加生命加魔法喂。第五个，爆米花之帽加魔动加生命三十，气死，烂透了，两个碎片。再来看我的 MVP 卡可以解锁到哪一张，开到加物动就发了。准备，一二三，双防加一，蛇妖卡，气死，魔力卡车，一二三。灯笼鱼，美食街的蟹鳞，有几率开到头饰或时装。准备五箱一次开，哦，一个头饰，一个附魔结晶，庆典宝箱十箱，一二三，180万。好，最后了，最后的五箱，庆典巨人坐骑礼盒，五箱一次开，一二三。好，一样。五的角色五箱，二十五箱丢水沟，一箱二十五猫币，总共625猫币丢水沟。我们来换这个暗夜头饰，找到加物工的，物工加六，只有这个月夜裁决者是加物工的，物工加六，还有一个可以换，我们换。我们换魔王眼罩好了。这眼罩比较傻，比这个头饰好看，因为这个在头发跟脸接缝的部分怪怪的。好，魔王眼罩，很傻很傻，双防加三，月夜裁决者，物攻加六。好，这一期单飞的存入在物攻部分，应该只有物攻加九。下一期我们就来抽11月的月份头饰，如果有抽到能力好的头饰，单飞再来帮大家拍摄测伤影片，所以记得订阅单飞频道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给单飞超级感谢，或者是加入单飞的会员，单飞就可以收到你们对单飞的支持。那如果觉得这一期影片不错，请帮单飞影片点赞，那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